觉得可能是那种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吧，因为如果有人给他一种比较有安全感的感觉，他可能会比较容易被追到手。你觉得什么样的女生容易追到手？我觉得追到手一般都是男生，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看你好看不好看，然后再去看一个女生的内在吧，像那种活泼可爱的应该男生也都挺喜欢的。我觉得就是那种比较简单的，然后不是那种心机很重的那种，就是一个正常的女孩子，就是很软萌很可爱是吧，然后就是很单纯，然后不是那种很物质，就是很喜欢让男生帮你买东西啊，天真的女孩吧，就比较就是容易被花言巧语所迷惑的女生，因为禁不住诱惑呀，禁不住别人的撩啊。就是比如说一个女孩，她如果她性格比较天真那种，不经世事，然后就是也不太懂那些套路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很懂套路的男生所迷惑，就觉得哦，他对我太好了，他让我往东我就往东，他让我跟他在一起我就跟他在一起，那么就一下就追到了。不全的，好骗的，容易相信男人的话的。